很多的公益团体能够帮助我们偏乡的小朋友来坐高铁来圆梦，因为毕竟山区的孩子，你说能够来搭高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然后我们现在学校也在重建，然后也让孩子能够走出部落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来增广见闻，来看看我们其实我们都市有很多很多他们不一样的眼界。然后透过这一次的不管是新的公益平台，还是我们国际同济会，这些那么多的好朋友，能够让这些小朋友哈、能够一圆他们高铁是什么，他们都不知道。火车也许他们坐过，公车他们也许坐过，但是高铁这样的一个那么好的台湾的产业，他们都不知道。那能够下山，能够来一圆这样的一个梦想，真的对孩子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那非常谢谢。好，谢谢很多帮助我们学校的贵人，那谢谢大家。谢谢。